我刚刚在追一只大角鹿，它好像跑到下面去了，哦，还在那边。好，这个洼地应该有机会可以抓到它。这个洼地呢比较容易卡住，我见的健行象也在这边抓到的。来看一下哦，好，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？哎，有爱心呢。好，所以哎，这附近还有一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一只不会主动攻击的样子。好，这只好像会用头锤攻击哈。那好像会绕跑诶，哇，从石头上面冲过去了。好，不管它，看它周边还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人。周边，哎，刚刚那一只诶，好，应该没有小毒龙之类的吧？好，好像也没有迅猛龙。好，应该可以来抓一下大角鹿，敲敲敲敲敲。好，哎，它爬不上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哎呦，有卡，哎，跑掉了，等下等下等下，不要跑，哎，有卡住喽，我觉得我要绕过去，就是从它逃跑的方向把它围住，这样它比较不会，比较不会乱跑，哦，赶快把它敲晕好了，我看起来就很痛，哎，敲到我木棒都坏了，糟糕，先修一下，先修一下。我就总觉得弹弓的伤害好像比木棒还高诶，感觉石头丢人比较痛，木棒好像比较不会痛。好，多敲几下哦，很耐晕诶，敲好多下哦，敲不晕。哦，屁屁有喷血，有晕了晕了晕了，终于敲晕了。大角鹿，好，OK，那应该吃果实吧？好，等它慢慢饿。他的血量大概有400多，我先等他一次饿好了。我现在果实有点少，他饿的速度好像还蛮慢的。我们先来找点果实好了，看一下哦。我这边，这种地方附近蛮少那个果实可以采的嘞。找一下，等下，战斗声，什么时候跑出迅猛龙，居然在咬我的大象？放开那只大象！可恶的迅猛龙，稍微受一点点伤，还好我们大象血量很多，好，我们大象很耐打。好，可恶的迅猛龙解决掉了，好，这只看到就绕跑了。好啦，我们收集一下材料。哎呦，坏掉了。好，这附近都没有可以采的那个果实虫诶。去远一点的地方采一下好了。好，搜集到一些果实，都晚上了。好，我的毒龙回来了，今天跑掉了。好，我的鹿在，在哪里啊？的鹿嘞？好，就东西好像太多了，大象变跑超慢，东西有点重。在这里。好，还没有醒来，好险。哦，还有一半的晕眩值，看一下哦，饱食度哦，饱食度开始减少了，赶快喂一下，还要趁它比较饿的时候，就一直让它吃，一直让它吃，这样会收服的比较快。好，不晓得够不够果实快没了，好，没有什么果实糟糕，好像不太够，看一下。不知道够不够吃？有1/3了，哇，剩4颗哦，这样好像不太够好像不是很够哦。它饱食度真的降低的好慢哦。好，我应该可能要再采一些。有抓到了大角鹿，太好了。好，大角鹿是吃草的。那它这个鹿呢，好像只有公的才有角，然后母的就没有角啦。那大角鹿它这个角感觉攻击还蛮强的，感觉攻击范围超大。啊，要取名字了，就叫鬼鬼鹿吧。OK，这样又收服到一只大角鹿，可爱的动物。好，这可以骑吗？好像没有它的鞍。我们先回到家里来，先稍作休息一下。
我这边呢，途中又收服了好多只小只的毒龙哦。好，看一下我的东西，搜一搜，好多好多便便哦。看一下，在家里，好，家里有巧克力的尸体，它的火把怎么还在亮？它下线，但它火把还在亮，还在燃烧。看一下我的大象。我这边一开始都会有一个那个恐龙眼镜的 skin，这个不晓得能不能装。好像不能直接这样拉吗？好像没有反应，它是放在鞍上吗？还是放在哪里？看一下，可以耶，好像放在它背包里面才可以。从我们这边不能直接拉过去。恐龙眼镜，然后有了，我们的鞍的形状就变成一个眼镜的形状。好，它就戴了一个眼镜，还蛮可爱的感觉。我们等下拉出来看一下，好可爱啊！我们戴一个圆圆的大眼镜诶。感觉有没有变博学一点？蛮可爱的啊，这个恐龙眼镜，可爱的大象，大象眼镜，憨憨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然后毒龙那边摆头的样子有点好笑，你看它三只同角度的摆头。这边收服了一些小毒龙，现在有三只，三只毒龙了。好，看一下，帮它。升级一下，有一只升级了，在哪里？这一只，这一只是我们的很凶狠的母毒龙，我帮它加点攻击力好了，攻击力300多趴，感觉很强300多趴的攻击力。好，我们大角鹿看起来好大一只哦，32级了。好，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要拿，看一下我的装备，我再来做一些装备好了。我不知道，不晓得秋风他缺什么装备，我就多做几件好了。他应该是死掉之后可能捡不到尸体吧，然后装备就喷光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多做几件，看一下还缺什么，帽子、手套，好，纤维不太够，好。呀，鞋子、手套，什么都做一做好了。OK，我们应该差不多准备好。我这边还学了一个叫做烹饪锅的东西，看一下这个，不晓得能不能比较好做料理，不晓得这烤肉会不会比较快？Cooking pot，啊，这是什么？Small 嘟嘟 Rex，召唤嘟嘟鸟吗？这不晓得是什么？Double 嘟嘟。Double，看不太懂，召唤渡渡鸟的东西吗？好，我来做一些那个萤火粉。好，之前有做一些，那这个当做燃料比较好烧，可以烧比较久。好，我们来煮个料理。好，放上萤火粉。好，那这个格子比较多这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来煮肉？烧到，烧到了。烧到了，会烫到哦。好，看一下能不能来煮肉，生肉。如果真能煮的话，我就可以放很多上去。这样就，因为火炉只有3格，位置有点少。这个有12格不晓得，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我快饿死了，煮到我都快饿死了。但是那个锅子好像没办法煮肉，好像要烤的话只能用这个萤火烤肚子快饿死了，没有肉吃，然后肉也快吃完了。这边萤火，一个萤火粉大概可以烤4、5块肉吧，4、5块肉，然后这样应该在2个就够了吧，1、2个。要到晚上了，先撑过晚上再出门好了。好，我这边来帮他做一下木盾好了。他们应该都还没有木盾，可以来做一下。我木盾需要好多的木头，一大堆木头。然后纤维还有皮革，
皮狗这边收集蛮多的。OK， 做了木盾，看应该还有什么装备要做吗？差不多该做的都做了。嗯，好，应该 OK， 我们就把木盾放进去好了。好，各种装备通通放进来了。OK， 好，感觉这里我可以改一下名字，这也要变成我的鬼鬼装备屋了，放好多装备进去。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差不多东西都做完了。好，我们的肉拿一下，肉还剩六块，好，快吃完了，没肉了，就应该再出去狩猎一下。好，这里有三角龙，又遇到三角龙了，我们再来挑战一下，敲敲它，敲它。哦，哎，我的毒龙在咬它，哦，全部都咬上去了，哦，好多人，哎，好强好强哦，大角鹿一个螺旋冲刺。好，这边好像是霸凌吼，我们这边恐龙超多的啦，全部围上去还蛮恐怖的。大概这边有五只吧，三只小毒龙，一只大象，还有一只鹿。啊，我们有五只伙伴来帮我，超猛的。好，这边稍微来到一点比较远的地方，想往那个有光束的地方前进，是好像有点远欸，那个白色光束好像在对面的样子。好，绿色的建筑物，好，越靠近这里好像越危险欸。欸，等一下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在跑？欸，有蛇，有蛇！等一下，撞它，撞它！哦，好强哦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！还有蜻蜓呢，咬它，咬它，咬它！好，一堆臭蜻蜓，一堆蛇。好，欸，这边就有蛇了，可恶！来，欸，我的蜻蜓在这里，等级一。好，欸，一点点肉。好，我们的蛇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蛇的话，皮革还蛮多的，看一下它有没有东西。嗯，好像不能打开背包。好，只能打掉了。好，皮好多，我用镐子还那么多皮耶。哇，坏掉了。好，先挖掉挖掉。蛇的话，肉皮都很多，还不错哦。好，哇，对面怎么好像很多光束的感觉？看一下我的受伤好像还好，没有受很多伤。好，哇，那边好像有三个东西耶，三个补给箱，但是好像好远哦，在哪里啊？哇，在对面耶，好像有一段距离，颇远的。虽然我现在晚上好像经过不熟悉的路，好像有点危险。好，我算了啦。哦，圣诞老人又出来了。哦，巨蜥跑出来了，好大只哦，巨蜥，呼，白色的耶，白色巨蜥，啊，看起来超大只的，欸，怎么了？欸，为什么在攻击了？哦，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欸，还是有蜻蜓咬到它，然后，欸，有蛇哦，有蛇在咬它啦，这个蠢蛇，它咬到，因为它那个攻击是大范围的，它踩到我所有的宠物了。我的鹿好猛哦！哇，我的鹿超凶，树都倒了。哎，欸，哎，欸，为什么死了？哎，欸，我鹿为什么死掉？他刚刚不是没有攻击吗？是有反伤吗？为什么我的鹿死掉了？哎，欸，刚不是好好的吗？哎，欸，为什么我的鹿上面有金属镐？哎，欸，怎么一大堆装备？是刚刚打敌人收集到的吗？哎，欸，糟糕，我们的鹿死掉。哎，欸，等一下有虫，有虫，有虫。然后在哪里？好暗哦！啊，哎，怎么那么多蜻蜓啊？就是刚刚，也许有这些蜻蜓来那个打到那些巨蜥啦。啊，我的双棘龙夫妻啊！天哪，双棘龙夫妻死掉了，被巨蜥踩死了。哎，我们这边，哎，我这边还有一只我的小只的双棘龙，它死掉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不对，哎，它好像还活着。他好像啊，
被毒晕了，刚刚应该是被蛇咬到晕眩了。我们喂它吃一些白色浆果，可以降晕眩值，降一下，降一下。哇，被打晕了，还好还没有死。金属镐，好，这边居然捡到一个金属镐子。好，我这边哇，死光光，剩一只双棘龙。啊，好惨哦，太惨了。好，还有这个蛇，刚咬到巨蜥的家伙，看一下有没有东西。诶，空的。可恶的蠢蛇！啊，还有我的大角鹿，还有我的双棘龙夫妻档都死掉了。可恶！差不多先回家一趟，先准备一下东西好了，然后来欺负一下企鹅，转换心情好了。旁边还有猴子耶，好了，因为企鹅不好抓，这边还是只能先解决它了。企鹅，企鹅肉，敲敲敲敲，等等等，敲到双棘龙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么远也敲得到，这就是站太近的乡民吗？很危险。不是吧，这样也敲得到？而且我怎么敲一下就死了？双棘龙血应该没有那么少啊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天哪，太惨了吧！我们来看一下猴子，猴子可以喂它果实，不过它好像靠太近，它就会跑掉。我现在的宠物只剩下剩我的大象了，只剩我大象陪伴我。好，就是这一只，这只不晓得能不能抓得到。好，在地震地震有点晃。好。真不晓得会不会攻击？有那个，跑掉跑掉了，其实好像不会主动攻击哦，不见了。是谁？巧克力。巧克力在干嘛？有一个巨猿呢，巨猿在跑来跑去，他在干嘛？为什么跑掉了？他是去追巧克力吗？跑去哪里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巧克力跑掉了，我们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家是不是有点破掉了？我们家怎么破破的？我们家的墙壁怎么变这样子？墙壁呢？谁的背包？这是我的萤火吧？这不是我刚刚放萤火的地方吗？那我的那个烹饪锅嘞？然后这个应该是我的火，擦地的火具吧？巨猿呢？巨猿，为什么会揍我？等下发生什么事了？等，哦，超痛超痛！等下，太痛吧？跑不动了啦！哦，它的移动速度也太快了吧？等下会不会刚巧克力引到巨猿，然后巨猿就在拆家了？这样对我也是敌对状态哦。是不是这个家没有拆完，它的敌对状态就还没有解除？等下，有点痛等下我的大象，他是不是在打我的大象？然后我要去帮一下，很凶很凶，很凶这个哦，等下这个巨猿太痛了吧，不要欺负我的大象，他跑了他跑了，等下这个双棘龙副棘龙有点卡住，副棘龙超没用的卡在这里，我先拿一下我的装备。好，我大象有点猛巨猿，对上巨猿也不怕，好，把它赶跑了。等下我先赶快去看一下我大象呢，我大象，好像看到还在，没有死掉，好险。好，我们大象还在，哦，受伤了，受快一半的伤害。那只巨猿嘞，可恶的巨猿不晓得跑去哪里了。家拆掉一大半，还差点把我大象打死。可恶，巨猿就不要让我遇到，不晓得跑去哪里了，不见了，找不到了。刚刚也没有把巨猿解决掉提示。算了，先回家一趟。好，我刚刚学了一个叫做巨马的东西，看它能不能放在房子周围，这样以后应该可以就绕着它。然后就是引怪来打，好大一个哦！
这个靠近应该哦会受伤，靠近会被刺到，木质锯嘛。好，这样如果有锯员来的话，应该可以就是引他来撞那个锯嘛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好，天呐，好惨哦！我这边抓到好多伙伴，我们的五位伙伴呢，只剩下一位，就是我初始的鬼鬼象伙伴。最后只剩下鬼鬼象陪伴我了，有点哀伤。我们家徒快4笔了，少了一面墙壁，还好我们的箱子还没有坏掉，有点惨啊！今天有点惨淡。